国师，咱说清楚，是陈月想要这把剑，不是李谷。谷从来就不相信，这千军万马之中，一把剑能顶什么用？国公，李谷和陈月本是一体，也许吧。在孤看来，陈月更需要李谷。孤要去更大的战场了，李谷的事。 真不够意思，去打仗也不带上我，我也要一起去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我打仗又不差。战场上不是闹着玩的地方。再说了，你是女孩，你身为郡主，还是好好在宫里待着吧。那你们两个要小心一点啊。放心，我的枪术你是见识过的。那李国的士兵你也是见识过的。 姑娘，你好好的回来。放心，我一定把季夜安安全全给你带回来。你们两个都得好好的回来。不行不行，机长为誓。自从来了南淮啊，我最开心的，就是同你和雨人在一起的日子。 可赢下到你们，我好像觉得，哪怕一直在南淮生活下去，不是一件坏事。雨然如果能听到这些，一定会很开心。所以啊，我们如果能活着回去啊，我会亲口告诉他。那如果来日大战，我们再也见不到了呢？